大肚子驴，看一下后面，家伙，后面肉垫子都开花了，看到了吗？害怕，先把鼻子拧上啊，不拧鼻子不行。鱼哥，哎，翻身了！师傅，师傅，又打一块大鱼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掉喽！里边都空了是吧？都空了。里头挺好。别动。好了，跳。鱼哥，好嘞，好嘞。鱼。肉架子在那炕鹅了，可不。好了，嘚儿，哎，不动，快点换。肉架子着地儿吧？肉架子高过脚底儿来的。嗯。夹上来了。哎呀，这刀子掉了。这一回来的。彪子开车到了，给我交一花了一百块钱。顶着花多少钱？限月。那不叫停车，你我一听，你不扣分，强点。不扣分了。给他贴条了。一贴条就歇了。哎，也不扣分了。鱼哥，走，站立。哎呀，有人多放着呢。说好了，今天中午给念念五百块钱。那行了。啊？那好着呢。五百平方。啊？一间。三间。三间。村来了。村里。一出院。差不多，都是这样。
李萝卜炕。我说你点交俩月的这个。我先挣一千回去再说。大人受不了，牙受不了。哎呦喂！爷爷，爷爷，就剩这一个了，别闹了。他压你，可不？压你连个驴也抽不动啊！哎呀，不要！一，就差那么两刀。多了，很周正了啊，非常漂亮。就为啥别的东西啊？鼻子不松，驴不敢走啊！看一看，鼻子松了，这驴立马就走了。哎呀，你看凳子上这一堆大量蹄子，哎，就小毛驴，青蹄子，看一下蹄子。弄点老家伙，那是老家伙，老家伙，别说老家伙不错。上剪刀喽！别动啊！对，别动。师傅好好给你修修蹄儿。哎。哎。别老看了，再拨拨。不是差一个俩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加加分溜了。这驴蹄子好大呀！你还一榨汁是吧？嗯。产品品质重要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是的是。这鸡巴大鸡巴十天大半月的，它磨汁。哎，对。你这有病，你打十天了。那不对。对对。好嘞，兄弟，好嘞，哎，别动了，哎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别动了，好嘞，别动了，哎呦，哎，他又开始了，小乔儿，真就不能松手，你真你妈不知道，给你挑两个浆糊的，浆糊不得劲儿了，咦，站住，站住。哎呀，这块打肉垫子。二三两，
你别动，一放，坐好，站站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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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点，慢点来，好嘞，鱼。鱼，鱼，鱼，快好了是吧？那不是一个缝儿吗？你把什么什么什么？别动！哎呀，喊你干什么？干你！别！鱼！鱼！哎呀，你看凳子上这一堆大量蹄子。成头干啥吧这个？这不好。干了没结婚呢？是啊，你。好了，走吧。哎，你媳妇还没结婚呢。